你是谁？你干嘛要追我？我不是抢劫犯，你别过来！
你看到，前头戴头盔，那儿做过几圈，冬天就给我们吹中了。你当着我车子给他喊的，突然给一个摩托车把我车子给我撞车了，给他。你，讲普通话。我说的是普通话呢，我的车子撞车了，咋啷个？你见到那个人长什么样了吗？我也不晓得你说的那个，就戴着那个头盔，那个头盔我也看不到人。啊，你看到他们往哪儿去了吗？ 我看到两个，一个是往这边跑了，一个往这边跑了。
把我的车子在香港的车子搞坏了。确实没日没夜的干啊，挣的钱不容易啊，老板，现在不给我，啊媳妇儿，非来给我离婚不中，给我钱，我没有骗你们的，真的给人家抢去了怎么办呢？你们不愿意还说的话，他们根本不接，再见。大家不要说了，我是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韩冰，工资款的确被抢了，这笔钱关啥事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保证把这工资发给你们的啊！周总既然说了，就请大家相信周总。好了，大家不要闹了，那个警官已经把话都说明白了哈，大家现在是为了干活，走。走了，回家过年呀！赶紧去看看叫过来啊！政府说过，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。大白天抢劫，你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怎么说好？要我对政府领导说，你们无所作为啊！啊，周总，你有权利向任何一级领导反映情况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玩忽职守，我们会尽快破案。走。这是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，因为是远景，拉近之后全部成了马赛克，再加上嫌疑人戴着头盔，根本看不清楚面部。而具体的抢劫现场是一个临时的红绿灯，没有安装摄像头。你们几个把掌握到的情况给谈一谈。嫌疑人戴着头盔，看不清楚面孔，失去了模拟画像的条件。根据物证科、痕迹科勘查的结果来看，现场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，他是戴着手套作案。据会计和司机说，因为钱多，车窗是锁上的，嫌疑人是用枪支砸碎了玻璃实施抢夺。不法分子居然在大白天抢劫，真是胆大妄为，这也是对我们的公然挑战。而且天成公司是本市很有影响力的一家企业，市长秦秘书打来电话说市长非常关心这件事儿，敦促我们刑警支队尽快的破案，避免更大的社会影响。好，是明白。我们现在分四个小组展开工作，第一小组由我负责，重点调查司机、会计和周家里。突然，一辆摩托车停在我们旁边，我真的记不清楚了。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特征，你一点都没看到。第二组，司马负责调查辖区内大大小小的宾馆。第三组由罗永强、钱龙生负责，沿着摩托车线索查下去。来买二手车的哪个姓他的名字哦？那本地人？我真的不晓得。第四组由赵美娟负责，重点调查案发现场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。不是说你了啊，进来。哎呀，老娘跟你说了好多次了嘛，喊你睡觉要关手机，你个耳朵长更臭吧。啊，好嘞。找我，喂，手机还我，酬勤加倍。我家里凉啊，你这是要害老子三斤重？那你开个价吧。好啊，给我30万。好。
来宵夜啦！宵夜吃了，宵夜了，来，龙生，来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冰冰姐。韩队，一个也不够吃的。知道，给你多准备了一个，两份钱。小强，来。冰冰姐，我还是不吃了。你要干嘛？我要睡觉，你们睡眠不足，老得快。大小姐，想睡觉啊，回家睡去啊，睡三天三夜啊，不吃不喝，连厕所都省了。别看强哥平时话不多，张口就是绝句。哎，对了，边吃边说啊，有没有什么反馈？摩托车头盔遍地都是，没什么意义。摩托车的原车主找了，但是半年前他把摩托车卖了。要找到现车主不容易。通过对宾馆和招待所的走访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我这边也是，经过询问，会计和司机那边完全都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啊，对了，韩继哥那边也有新消息了。我们怀疑摩托车啊，原来跑过摩的，或者是搞过营运。尤其特别呢，是摩托车上加装的音响。这样。明天，永强跟龙生两个人一组，继续去查找摩托车现任车主。我跟美娟，我们俩去拜访一下周嘉玲。好。这么说，你们怀疑我了？我们只想看看贵公司近半年的财务报表。贵公司？你看我是什么？我是大公司，我是。纳粹的大户，政府也支持我。没错，就是一点点小小压力，我说了算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在本案结案之前，警方有权利怀疑任何人，对于本案有关的人，不管是谁，我们都要调查。请你配合工作。老板，嗯，这车认识吗？你过来是有把帽子在撞人的吗？小朋友呢？你确定？肯定是小朋友的，我给他装的音响了吧？我都给他装过两回音响了，刚刚才装过的。我不是吹牛逼的吧？摩托车撞那个难，我们那个音响都没撞难。你看我那个小霸王音响质量好，你不要按音响找我，没问题的啊，我给你打折。哎，你们三个，永强，什么情况？修理店没有线索，我们就按着音响这条线往下查。嗯，没想到摩托车上音响这个牌子，全市只有一家代理商。这个音响店老板说，他上个星期才刚改装过这个音响，而且认识车主，叫做肖老幺。龙生，车主叫肖老幺。对。哎，啊！肖老幺，你哪的呢？什么情况？你认识？嗯，综合市场见过。如果车主老板说的肖老幺和我见过的肖老幺是同一个人，那他怎么有一戴红色头盔，骑蓝色摩托车，而且行动还很利索呢？韩队，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，初步可以确定这个肖老幺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。明天务必把肖老幺带回支队询问。知道。人跟丢了，电话打不通。对，在这儿呢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今天怎么样啊？调皮怎么样啊？咋
30万，三十万啊，来个30万，谁跟谁的？喂。两天就回了，早回去。
喂，爸，你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和俊峰在家等着我啊！我这马上回来接你们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现在不能出去。哎呀，爸，别管那么多了，赶紧收拾好东西，我一会儿当面跟你说啊。哎，喂，喂。哎，小峰，我们走。警察同志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那种，都是他给我打电话，我从来没看过他的。喂，你是小老妖吧？你是那狗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要租你的摩托车，半天2000块。你有病，你去看病吧，2000块。打开你家的牛奶箱，那是定金。那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，关掉！你不感觉很嗨吗？关掉！去哪儿？你来这干啥了？追债。追债？跟上那辆车。如果我知道他是去抢劫的话，我对解决圈我都不会干的，真的。那案发之后你为什么没选择报警呢？我好啊，给我30万。摩托车呢？怎么回事？我怕给人家发现，我就买了一台差不多的掩耳目。警察同志，我真的我知道的我全部都告诉你们啊。这么快？
一直到打电话过来。郭美莲，你为什么害死我爸？啊，我儿子啊！是你不讲信誉在先。我求求你，你千万别伤害我儿子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明天早上9点，文苑大厦楼顶，带上钱来换你儿子。你要是敢报警，等着收尸吧。经过现场勘查，屋里边没有打斗痕迹，门窗完好无损，晒台上出现了划痕，这和死者摔下楼的位置是吻合的。我们从屋里提取了5个人的脚印，其中3名男性，1名女性，1个孩子。男性中包括死者的，其中2名男性，1名女性是谁？孩子去哪儿？目前不清楚。死者是从8楼坠落在车顶上，致使颅内和胸腔出血，这是导致他死亡的重要原因。死者的双手没有抓扯迹象和异物，他是仰面朝天摔落在车顶上。爸，喂，哎呀，今天晚点回来，3点要和会计去拿钱，给农民工发工资。好，爸，我知道了。你跟他儿子联系上了吗？没有，电话一直还打不通。继续联系。明白。万桂华作为抢劫的当事人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管他是他杀还是自杀，我认为两起案件应该并案调查。电话接通了。郭美莲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会把抢来的钱都给你。啊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让我儿子接电话。喂。郭美莲，郭美莲，立刻抓捕万小文，行动。是。犯罪嫌疑人持有枪支，为了保证同志们的安全，必须协调有关部门进行配合，确定万小文的精准位置，实施抓捕。请交警马上锁定 BBB 13暴露，请特警、刑侦立即拦截抓捕。万小文跳了状元河，从西南方向游走了。司马前辈，他们那边守住 AB 口，你赶紧进店。
逼我！呀！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先把我放了好不好啊？等我把我儿子赎回来，我就找你们去自首。我发誓，我爸爸已经没那么给害死你，我要是再不把钱送过去， 我儿子也没了。我求求你们了啊！钱带来了，你把我儿子放了，先把钱交出来。你把我儿子放了，我再把钱给你。哎，好。小文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是我的店，我是这儿的老板。你的店这么厉害啊？我们真是好多年没见了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你越来越帅了。我们是校友，上学的时候我一直暗恋他，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就没再联系。我妻子去世后我也没想再找过，可上次跟他遇见，闲聊中知道他还没有结婚，我就又动心了。买这么多，开不开心啊？心里好开心啊！太棒了！我喜欢呐，我可以把全世界都买。我们找个地方去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帅不帅？嗯，比你都帅。那一定的。我父亲得了尿毒症，每周都要透析，我没钱支付。你父亲的病已经确诊为尿毒症，现目前的治疗方案
一是血液透析，二是换肾，但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匹配到合适的肾源，就算找到肾源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杨伟同情我，帮我支付了父亲所有的医药费，为了感恩我只有百依百顺。可是杨伟经常虐待我，有时候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。郭美莲说想让我陪着她坐游轮去三峡，她把我带到游轮，白天那儿还好好的，一到晚上那就变成了赌场。他说他就是在那儿发的财，一会儿功夫他就赢了很多钱，他让我也玩几把。开始我是有些害怕谨慎的，可是玩了几把我都赢了，之后下的赌注越来越大，输得越来越多。郭美莲就鼓动我借钱翻本，后来说过情况还欠下了巨额的赌债。我的服装店其实一直在亏本，我把房子都卖了全赔进去了，眼看还款的期限就到了，欠的钱我一定想办法尽快还上。别回家，别回家，别回家，别回家！你不要伤害我的家人，欠你的钱我马上就还，马上就还啊！40万，10万一根手指门，再不给老子还钱，我弄死你全家！我很害怕，我爸牵连我父亲和儿子。我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才决定抢劫。那肖老幺是怎么回事？肖老幺就是附近一个骑摩的的，他熟悉环境。肖老幺捡到我手机，还想敲诈我30万。谁？搜水电费的。我本想着拿着这笔钱就可以带着父亲远走高飞，钱都收了。出事了，万桂华的死是怎么回事？他的死是个意外。找到大家了？你们找谁啊？我们是警察。你们是警察？警察不穿警服吗？警察穿成你们这样，警察还留胡子？证件呢？你儿子抢了我们的钱，他在哪里？哎哎哎，我真的好后悔，我害死了我爸，我儿子也差点。警察同志，我知道，我好后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有罪，我罪该万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好了，
血的教训足以让你记一辈子。调查中发现，赌博游轮的背后可不止杨伟这一个人那么简单，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势力隐匿在其中。目前两位嫌疑人愿意戴罪立功，配合警方的进一步行动，各部门要根据方案紧密配合，圆满完成此次任务。是。那我们的朋友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小姑娘，那我们的朋友，大家注意安全，不要拥挤，排队上船。看到了吗？这是200万，您点点。不用了，你是很守信用的人。奖励你的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月的利润马上上交。说啥鸟语啊？听不懂。我让我亲亲你，不嘛？嗯，喂不饱的狗，我就是喂不饱的狗，今天要收拾啊！不嘛，你知道追债多辛苦吗？好吧，来，我问你啊，那个 David 去哪了？他呀，嗯，刚泡了个女孩，忙得很。哎，果然跟我一样，他呀就这点爱好。那边也好看啊，那边那个桥，那边那桥多棒。老板您好，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了。好啊，这边请。先生，你去哪儿？哈，我有点晕船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出发！
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，透的气好多了，啊，回去了啊。谢谢，不客气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晕船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好了好，就是不习惯。哎，怎么样？战况怎么样？哎呀，都等得困死了，好了没有？干什么呢？那么长时间了，你别锁门啊！我来了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快点，快点，干嘛呢？开门！开门！亲爱的。快来吧！你说啥子？全部压下。等一下。干嘛？我换了。不，不能改。全部压大。我们这儿的规矩是买定离手。没他之前为什么不能改？哎，我赢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发生一点小事，大家暂停一下啊，大家赶紧回船舱，我们一会儿接着玩好不好？那我赢的钱呢？哎，一会儿再说吧，来，先回船舱吧。谁在说话？难怪民警没找到。杨伟，你还真是机关算尽。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渝州分局刑侦支队的。杨伟，你被捕了。是你？杨伟，是你带我走上这条不归路的。我们害了太多人了，这一切该结束了。这个贱人，我打死你！救护车，快！强哥，永强，永强，
民工兄弟们，今天呢是你们大好日子啦！哎，经过公安同志一段时间调查以后啊，工钱涨回来了，你们可以回家去跟家人团聚了。哎，怎么停下来了？停下来了。一定要好好做啊，要不然，等一下，一阵你到会计部攞钱呢。杨伟，这个月的利润一定要按时上交。这么说，你们怀疑我了？哎，老板，这个月的利润马上上交。你仲好意思讲啊？你哋越搞越大镬啊！而家通晒天啊，叫我点收货？我唔理啊！你哋全部你哋搞掂啊！唔好惹到我身啊！哼！你哋啊，疫情系咩啊？蠢到阿猪咁啊！居然啊，抢我钱俾翻我，人头猪佬！哎，大伟姐，南哥有事情来。郭美莲，你父亲的事情不必太担心。十八大以后，政府加大了脱贫攻坚的步子，已经把你父亲纳入了精准贫困户，他的所有医疗费用、日常的生活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承担。你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与家人团聚。当爸爸了。